第二题，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非金属元素，其元素符号为何？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非金属元素是溴，A S 是硫，B H G 是汞，C B R 是溴，D N E 是氖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非金属元素，其元素符号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B R。